莲县六桂宗亲会第七届第二次会员大会17号在理想大地度假饭店举行，来自北中南各地还有花莲宗亲会齐聚，除了联系感情呢，也期盼借由祭祖的仪式来慎终追远，感怀祖先。花莲县六桂宗亲会17日上午在花莲理想大地度假饭店办理第七届第二次会员大会，全台各县市宗亲会友前往共襄盛举，由理事长方锦麟担任主祭官，带领与会者焚香祝祷，行三献吉利。其实今麦吼，今麦吼，愈来愈少，今麦吼，我们拜祖先，吼，啊，要拜神明，啊，吼，这是一个传承，啊，所以，一个感想就讲参加这个，就是要把咱吼，咱祖先吼，这慎终追远的意思吼，啊，大家传承，啊，这个意义是真大，因为吼，诶，爸母人生啊。阿公阿嬤生完爸母吼，啊，咱一点仔的心意，这是我对参加这个会哦，啊，真一个认识啦吼，像一个认为这是最有意义的。随后，主祭官带领与会者共同追思，并一起唱宗亲会歌。理事长方锦麟表示，借由活动，除了欢迎会友欣赏好山好水的花莲，也期盼透过祭祖活动紧密连接会友间的情感，也要将慎终追远、感怀祖先的优良传统继续传承下去。记者蒋邦彦收风箱报道。